行吧，那我得回去了，还得收拾行李。哎，要不一会儿吃个散伙饭？以后我没法给你们爷俩做饭了，你没事儿都回去陪陪老爷子。北爷和依林已经在一起了，他们挺感激你的，所以你那微博也别放弃。我在比利时没事也会看看。我那个车也开不走了，就留给你。虽然是红色的，有点娘，但是你带它跟妹子兜风不丢人。说了这么多，你就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呀？没什么可说的，阿九。
散了吧。行不行啊？These words allow what you see the deep of our mind. Our words will be when to say when the days are gone. Born to fall, seasons may turn old. Love is so far away.Deep inside our hearts, deep inside our hearts, deep先别睡呢，先别睡呢，喝点水再睡。Thank you.
总算又开张了，不容易啊，终于回来了。想死你了，想死你了，想死你们了。小美，松手，干嘛呢？你拽程医生都快拽散架了，哪有你这样的？要不这样，你拽我吧，啊，我这人身体好。哎，小美，你刚才说什么呢？咱们这是放了个带薪的假期，你就偷着乐吧。我的意思是说，还是咱们舒克好，对不对？对，是的。你少来这套，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说哪儿都不如程医生好。哎，别闹，张总。程医生都心有所属了，我可不能做人家破坏感情的小妖精。哎，罗月呢？哎，还有顾瑶女神呢？还有顾瑶女神呢？是这样啊，顾瑶女神已经跳槽到一家外企做翻译了。哦。而且呢，我跟着她，我的英语也突飞猛进了。真的假的吗？不信我问你们一个问题啊。嗯，说。The king is always lucky， 什么意思？国王幸运，你看完了吧？完了吧？是什么意思啊？王老吉。哇！罗月干嘛去了？罗月呢？罗月干嘛去了？罗月呢？对，罗月呢？他马上要回比利时了。啊？为什么呀？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怎么都没跟我们讲？哎，诸位。你们来这儿不是说要打听谁去哪儿的，好不好啊？你们的任务是各回各的岗位。该打电话的打电话，该联系客户的联系客户，小齿轮得转起来呀，对不对？对，姐妹们，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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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突然接到这么多美女，不太适应。怎么着？到我那屋坐会儿去。走。瞧你这一副生无可恋的样子，能有点笑脸吗？哎呀呀呀，行，您还是别笑了。好家伙，这偶像包袱直接让你笑到地上去了。哎，我还有点私藏，等着我啊！一会儿咱哥俩把该说的话都说了。甭拿酒啊，我不喝，早戒。谁给你喝酒？哎呀，我看，哎。你别说，哎，还真在呢，没人拿。哎呀，张明，我说你牙医啊，你一天到晚的你藏一罐糖，你不怕蛀牙？知道女患者为什么这么喜欢我吗？因为我不像你，不光给人苦头吃，还给人苦脸看。嗯。你不爱看可以不看。你说你至于吗？不就是罗月要走吗？而且又是您给劝走的，你又不喜欢他。谁说我不喜欢他？喜欢他你还劝他走？那你是钻哪门子喜欢呀？我告诉你，爱情是自私的。如果他离开了，你照样能活得很好，那就不叫爱情。我活得好不好无所谓。关键是只要他跟着我，就一定美好。不是我迷信啊，你想想，打从我跟他认识那天起，他就一直走背字儿，所有的坏事全让他给摊上了，不管是感情上还是事业上，有一件事是顺利的吗？所以我就想，可能我就是一扫把星，我就是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办了他一狗吃屎的破石子儿，现在他正好可以选择把我踢开，或者我滚远点儿，他也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正常轨迹，走自己想走的路了。所以这时候，如果说我再拦着他，拖他后腿，这不是害了他吗？是，爱情是自私的，没错，可也不能损人利己吧。我可能真的就像你说的那样，
那我真的就是不够喜欢他，才舍得让他走。但愿他也这么想。什么意思？这样的话，他就可以走得洒脱点了，是吧？行吧，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哥们支持你。但是啊，如果他走了以后你痛不欲生，千万别找我诉苦，哥们儿没空。我要跟我的女神浪迹天涯了。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顾瑶找了一份随同翻译的工作，要满世界飞。我呢，准备跟着他过一过夫唱妇随的小日子。不是张明啊，你不是认真的吧？我当然是认真的。哥们儿浪迹了这么多年，终于找到一个能够收服我的女孩。我不像有些人说撒手就撒手，哥们儿为了爱情可以放弃事业，怎么样？洒脱吗？洒脱。不光洒脱，牛，真的。行吧，这个我就留给你啊，泡妞利器。哎，你说我们都走了，就剩你光杆司令了，好自为之吧。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什么叫孤家寡人。哎，你不祝我一下生活幸福、圆圆满满之类的？好，我祝你生活幸福，圆圆满满，天长地久，早生贵子，行吗？可以，谢谢。那我也祝你事业一帆风顺，一往无前，感情上呢，一如既往，一条道走到黑。在同一个女伴来参加咱们晚宴呀、啊，小美，你啊，知不知道有一句话，叫“问世间情为何物，一物降一物”。你要是不懂的话，赶紧去学习，啊。好的，那我去接贾总了。啊。谢谢谢谢，尽兴啊！谢谢。这大喜的日子，作为主人，你是不是应该高兴点儿啊？我挺高兴的呀。你瞧你这样吧，哎，你不是戒酒了吗？我不说大喜的日子吗？作为主人，不得喝点点儿点儿？你这喝点等罗月。按理说他应该来了呀，你不会没跟他说吧？来不了。
今天哥们儿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磨磨唧唧的了？有话就说。你看啊，男人吧，有人想找一个陪自己喝酒的人特别容易，想找一个陪自己睡的人也特别容易，但是想找一个能陪你走过人生低谷，并且能够走出绝境的人太难，是吧？你比方说啊，今天诊所重新开业，你看所有人都那么的高兴，唯独你乐不起来，这是为什么呀？就是因为那个曾经陪你度过所有难关的人他不在，你没有办法和他分享这一刻的喜悦。你再有成就，你再有能力，他不在，一切都是浮云，对吗？知道我为什么爱我们家吴瑶吗？因为他能够给我一种家的感觉，一种亲人的感觉。有他在，我就觉得特别的安心，我就觉得生命有了意义，我的奋斗就有了价值。恭喜你。所以我也希望有朝一日你也能找到这样。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亲朋好友们，大家晚上好。一路芳华，浓以感恩，舒克口腔护理中心开业庆典，该说的我都说了，剩下全靠你了啊。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美，感谢大家今天前来参加宴会。首先我们有请舒克口腔 CEO 张明阳先生上台致辞，大家欢迎。好，大家晚上好，我是舒克诊所的张明阳，我想死你们了。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些感谢的话，因为舒克诊所能够重新开业，全是在场所有人的功劳。首先我要感谢的是我们亲爱的陈大爷，老人家现在还在医院里疗养，不能参加今天晚上的庆典，但是他的儿子来了，也是他帮我们录制了澄清事实的视频，使我们的诊所可以起死回生，感谢你陈公子。其次呢，我要感谢在场所有的善良的忠诚的员工们还有客户，是你们的存在以及你们对我和程浩的信任，才使舒克诊所走到今天。有一句话叫患难见真情吧。我刚刚和程浩先生说过，能够陪你走过人生低谷的人才是你的真爱，那么在场的所有人，你们就是我们舒克诊所的真爱。最后我要感谢的这个人就是我的好搭档，我的好哥们儿程浩先生，因为他的善良，因为他的真诚，因为他对职业操守的坚持感动了我，感动了我们所有的人。这次医患风波给了我很多启示，以前的我只想跟在我们浩哥身边混沌度日，因为打死我也不可能想到有这种事情发生，而恰恰就是因为这件事情他警醒了，他让我认为人生在世不能浑浑噩噩地过日子，我也要有追求，我也要有梦想，我也要重入职场，开辟一片新的天地。所以从今天晚上起，舒克诊所我不再是老板。
老板只有一个人。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程浩程老板上台讲话。今天很高兴，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都能来，大家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我无以回报，只能时刻铭记在医学院许下的誓言，舒克诊所也会继续秉持着以预防护理医疗于一体的大口腔产业生态圈的理念，为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的身心健康奋斗终生。还是舍不得他吧。程浩，我实在是不想看到你再像七年前那样就这么错过了。以前你是年少无知，我是心有所属，咱们俩是没缘分。但你们俩不一样，你们俩是两情相悦，是命中注定的。即便你心里有一千个理由不去挽回他，但至少也应该好好的道个别。你内心的真实想法，他有权利知道。看一下你的证件。他已经进去了，来，小静。谢谢。你这边请。嗯。来。哎！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不，先生，先生，门已经关了，不能进。哎。你没让我进去吗？你帮我把门开一下，行不行？不能进去，不好意思。我知道没起飞，你们让我进去看一下。不能，还有十分钟才起飞呢。喂，
都忘了该怎么微笑了。那时的我们傻傻的不知为何，时光偷走了什么，依然保留一份天真，才会让心都交给不起恨的人。罗月走了，我每天的生活就是在诊所工作。没过几天，病人家属来退还了那500万，只留下了相应的医疗费，并且希望能体谅他们急切的心情。一切看似都归平静了，但是我的心情却时常不能安静下来。大家好，欢迎再次光临我的小张直播间。油焖大虾，洋葱，很健康的食品啊。
从谢谢你。